各位好，张浩明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珠。到新竹的市中心，头摆繁华的路街红龙地都，有一间传承百年的五重店哦。其运用的经过西台的传承，新年的搞官，结合现代的技术，老传统的工法，做出来松下泥工都有名的甜不辣呢。那我呀，伫竹东的头前海顺后。有一个农田及港中的世世代代，迄马个故事，本年代的农田变作迄五个老母海生长的地方哦。庙里老人又去运用菜地的食材，做出一次又一次上名的好料呢。今日呢，就跟着民族跳下来去寻找李平上菜地的好料哦，来哩。新竹市是很多年来发展东家的上市之一，街路风采的来来去去，人来人往，采一些本国料杂枪枪的上风料，就是在那闹热度点点的舒服的也在土地，百年来不是很困的路点，每点点的年少的其他时代。今天就要来探访传承百年事业的艰辛老坚持哦。早，我今天呢、是闻香而来哦，艳艳啊，就彼得，你要搞别做五种海油，而且听说非常有名，做了四代人了。今天你愿不愿意给我机会，让我跟你学一下怎么做？好啊，可以啊。陈公爷阿爸一开始嫁给阿公老阿爸，是在做三五的生意，老顺叔公做五种。最近几年来，增加的经营的东西，老五种作为甜不辣来卖。顺叔公的好面心，伫新竹只系有当道的变数。百年的好数年，也还没开始上手本切家的客家新桥老孙呢。五种老甜不辣的制作，虽然同辛苦，不过阿伯嘅充满雄鹰的好弄法，真系爱动态的挑战哦。阿爸，今天啊，你准备这么多鱼肉，可以先请问你，今天马街你用这什么鱼啊？鲨鱼啦。鲨鱼哦，可是做马街做五种啊，一定要用鲨鱼，它是好在哪里啊？好在它没有味道，没臭臭了。没臭臭，不会出熟。那鲨鱼啊，没有本种类耶，有要特别挑哪一种的鲨鱼吗？我说无诶，无色的鲨鱼。二鲨、为什么？它肉比较细一点。肉比较细，肉卡幼，各位又卡唔会出熟。那我们现在一边来切，一边来跟你学，好不好？阿爸，刚才让你切是吗？对呀、这样子哦。那个醉了。还蛮好切的，冰过比较好切哦。是吗？还蛮好切的哦，一切就团嘞，这一步骤很轻松。好，因为捕鲨鱼的鱼肉当油，又冇出香味，虽然是一般家庭主妇轻中意的食材，不过沙系种鱼盐当好的鱼种哦。因为见卡多，我见过两摆搞到绵绵的伤心，漳州的老鱼肉搞到当油，你也对哈尼普来讲是系轻重要的哦。来，我来教你。好吃嘞！大家都爱牛必须的。那杀下来做的都去搅的吗？没都会拍。那我们直接把它剁下去。哇！留一个给我看一下，真给大出来啊，完全没咪透影哦。我觉得啊，你看我在捏的时候，它很黏呢，那捏会被有夹个油心啊，分布的很不错啊。对啊。有黏，肉有黏。肉有黏较好吗？较好咯，较好，唔得拍会起来。啊，即摆盐我都更加黏。为什么啊？那个胶质会出来啦，胶质就会出来。胶质。台语叫做胶质的。伊就会出来。做的不用糖吗？不能放糖吗？嘛都麻烦一点点的糖。糖也是为了要让它打得比较好吗？不是啦，就当有唔得有一个甜。是要调味的，糖就是要调味的。调味对了。好啊，你这个比例呢？盐跟糖的。这一斤哦。糖几粒？几斤哦？但盐呢？盐呢？四斤。
哦，好，我稍微把它搅一下，啊，我们就可以放下去喽。好，阿爸，你给好些嘞。接下来是不是要放这冰块啊？啊，是啊。阿爸，啊，为什么要放冰块吗？它不会烧，不会烧掉。不会烧掉，啊，可是要给桶的啊，桶子要维持在几度土啊？哎，用靠经验啊，唔免几度。用手摸就知道，等一下，用手摸就知道哦。啊，手摸。所以说你的手是温度计喽。啊，对啊。可是，冬天那么冷，夏天那么热啊。冬天嘛是安尼摸。冬天嘛是安尼摸。嗯，有低级的冬菇香，就会快脱。古所的较远的歌唱地度，听出一步子的朗图，漳州的金属名词，嗯，有个词，树名木节。老师傅的经验，让过一切量的加拉火，第二张还有半年米时间五九点，了不卡你，顺便请阿伯你去听听咯。连山下来会讲爱做甜不辣的白梅，还卡不腻哦喏。阿伯，刚刚做呛高你啊，像你做这个鱼浆啊，你做几年了？哦，三四十年了。三四十年哦。你一嫁过来，一嫁过来就开始做哎。哎呀，是啊，给他的。你那么漂亮。没有啦。要做这个是很劳力的工作哎。啊，足忝的吼！啊，我为着要来爱水，要来做工课吼，我拢从早起来化妆，啊，才来这做工课。啊，无化妆我唔敢出来啊。真的哦。无怪你今麦阁遮尔啊水，遮尔爱水啊！啊，不过遮尔辛苦，你敢袂做了会偷哭啊？遮头哦，有哪只，有哪做甲会哭呢？啊，来惯势就好了啦。囡仔拢是迄落啦，为着囡仔，为着这个家庭，啊，嘛是做落去啊，坚持做落去啊。坚持要安尼做落去吼。坚持安尼做啊。今麦就会使退休啊哦。退休了啦。起码拢放我少年的咯啦，哈、嗯！此生也就好生五言，三毛上到太爷过后，曾经加来本州五将的成年人做成桥，一做就系五十年，建功建造出来的五将，算都算唔轻呢。天灯时代的转变，每对传输工都留下半次通发，韩国建构条米高的五将，清明亚铺穷养电子用素来做哦。好，阿婆也给五条已经打好势耶，接下来要录录播的吼。啊，可是阿婆可以先请问一下，你做嘛本周两播啊？分两锅为什么？这边先这比较低温，先冲下去，啊，一边较高温再过那边，这袂使随吼上热，唔通太热，太热会黑掉。哦，啊，那去那边就安尼静滴啦，静滴啦，滴啦。好啦啦，阿都袂，太均匀啦，比较均匀。这温度比较低，那这个几度啊？安尼差不多100多度啦。100多度哦，欸，啊那边呢？啊，那边差不多300多啦。好，300多啊。可是要很小心。好，刚阿婆要跟鱼条都带要怎么做的？我看你拿的工具，你可以示范给我们看吗？我传给你看哈。而且阿婆的手根本跟铁砂掌一样哎，嗯，一边都可以弄好弄好一啊，他手还可以一边进到锅子里去。哎呦，好烫哦！我只是被烫到就好烫，你的手怎么下去的？啊，惯习了啦。好利落哦！惯习了，惯习了。好，那我来试试看，好不好？好啊，好。好，安尼个七蕊，好七蕊啊，跪出去。好像可以哦。有较大条一点嘛，啊，无要紧，可以啦，可以啊。阿婆给我，好烫哦！小心小心，但是都要注意这啦。油温足高呢，其实我很害怕油，你知道吗？
掉两包滚滚的油，是迄个天唔跳好色唔好色的关键哦。大文天行住宿，高温葡萄外表熟脆，就做得稀薄的。阿婆讲是无看呀，新鲜的甜不辣阿母哦，行做得无穷油，口味咪做得有动作变化，无标煮肉。都不用得会结论，搅到圆圆，又走得边走，难熬一种秘密。好，那要做什么形状呢？跟着你来做。也圆的，好了。哎，你无擘嘴会黏。哦。嗯。哦。安尼啊，安尼卡卡。袂使伤大黏吗？袂使。哇，阿婆。嗯。你做冬甲个。手脚好利落。惯习咯，阿公惯习咯。哎，你怎么手摸油啊？这低温的啦，不要紧啦。100多度，你这样摸？啊，平端我过温水啦，就归属目色上色。阿婆，你真的太厉害了，超厉害。好，那我要加紧脚步。嗯，好来。阿婆，你还给树叫痛痒的啦？哎呦，我好烫哦！我只是被碰到就好烫，你的手怎么下去的？啊，惯习了啦。好烫，还可弄冻个鬼，你都想哎。把我烫醒了。那铁砂掌是每到三年都做会到的哦。阿婆练了50年，掌有喷发练好。每一米安呢，掌做的本金榜五座，眼权有名。每本年代木卡地都抢银和世界，咱们雕出来的彩色，变做随时都适得到的米色雕泥。哇，阿婆，你们按家就已经小风的啊？对啊，小风了啦。碰碰完就是安尼，这而且敲下去，董秋你该面筋呢。哦吼，哎，你要出看看吗？好啊。好来。哦。很好吃呢。好吃。好香哦。外面还有酥酥的，底都软软 Q Q 的，而且那种酥的地方是薄薄酥酥的。嗯。这种五香啊，皮蛋跟它卤的调味的啊，骨头羊肉皮。这款物件吼，师傅做出来是讲碰红丸。嗯。啊，今麦是讲我甲好做鱼粥。安尼。过年拜鱼粥，好恁年年好安尼。过年拜鱼粥，年年好，他搞法就是过年拜五粥，年年好。啊。哦，好。苏州的白色透明丝是机械木喷发推理的，每本搭着五饼各有各的形。阿婆的书当靠身，不过有的年纪已经做不得起太久了。第三胎两兄弟接下的五长老甜不辣的事业，韩国第四胎的孙呢，是在老百年路店创新各出发的提出有人物，然后就带点张做完好的甜不辣来去请阿公的孙呢哦。你好，你好，什么是跳架？跳架娘是无？我是妈妈跳架娘，你现在来哦。哇，竟然来哦！你有没有可以来还有啥？是说啊，刚才我们早上做好的那个五做五条，然后一个五饼。他说啊，那还有吃到很靠好吃的新口味的话吼，带来拜托你们教我做。哦，那现来教你做料理好吗？真的哦。对啊。跟杨哈就是儿子在负责了。对啊。对。来要负责啊。陈玉富是陈阿伯的孙呢，今年才27岁，是谁的看电视太年辛苦的做五种。做人体系胎，上工新生胎，天朝要有新的作为，让做的老爷百年的事业继续上修下去。古早起家创立了一个甜不辣的品牌，快点来来闹卖，没想到还到苏到餐厅里的中医哦。好，玉府，跟你呀哈，泽森，这是我们早上弄回来的鱼浆，对不对？可是你又准备这个，把这个包进去这个里面，变包馅鱼丸。客家味是什么呢？他是包鱼丸的师傅啊，他也会讲客家话哦。你会讲客家话哦？有啊。你是哪头味的客家人？嗯，在家里，是吗？印尼家里。跟印尼哦。嗯。印尼嫁过来好酷哦，而且有一些像讲印尼啊头味哦，讲海风的是吗？海风。哦。好，客家话你就来吃粥，一边师傅做，我看着你们来示范好不好？好。来。Yeah, 先抓一点点喽，因为其实我也有一点点经验啦，就是我在做旗鱼丸的时候，
先捏一个圆圆的嘛。嗯，对，然后塞肉进去。天哪，我马上被它粘爆了。啊，这个多位啊？要上一朵。那我怎么变这样？哎，好难哦！这什么东西？这样可以吗？不行，不行。哎，有这样的。可是怎么办？因为这个压根唔中啊，用粘的，我用的老紧弄啊。而且玉佛很快没有打算想教我的意思。好，我教你。好。先捏一颗起来。好。然后放到手掌心，然后把它摊平。好。然后拿一点肉。不用一些。不要太多、哦。好。用那个虎口这边，你这样子，像刚刚捏鱼丸一样捏回去。这样不行吗？太难了。你这样子肉都在外面了、啊。真的，它就不叫做包馅。包馅鱼丸。可是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情哦，啊，既然鱼浆就可以直接吃，为什么还要把它包进去啊？这么薄呀？我们新竹这边的早餐都是鱼丸汤配卤肉饭。哦，那新竹鸭脚饼鱼丸汤也有包料吗？有，像我们这边的早上差不多五六点的时候，那很多做工的他们都会先吃饱，然后再开始工作。这卡爆的味安呢？这个不是三两天学的会，而且呀，要跟五种啊，它非常黏。对。对，好，那我再练习一下好了。也爆料唔严，咪系点多嘅砍棒子叶。唔过卡少嘅艾是很用嘅，好都好唔歪。也嘅料就会唔糖化，建造出来。端正哦，人家讲隔行如隔山，莫看也简单嘅基谱嘅听听，你也是系年思年得来嘅真功夫。传统功法莫懂也做好嘅保证版，就系一步一步嘅来哦。好，玉父，这个是按你早晨带你做来五种嘅食材，三个月你要讲来做哪个料理呢？下去煮。下去煮啊，不就变关东煮？对，但是我们是现煮。现煮。可是人家关东煮都会筋都底肚哎。嗯，用粉做的跟肉做的不一样。故事料黑整彩色料就对了。对。它泡了就会散，就是不形状就不好看了，是不是？对，而且它味道也会不见。既然有料给发，我们现在来煮这个这边不一样的关东煮煮法。等一下的吃吃困难，蜜头油嘛某穷庸，放下去就好了吗？还是怎么样呢？对，放下去然后开火。好吗？哦，那按钮要煮几久的啊？像萝卜跟豆腐的话，它会比较快好，所以会先起来。嗯、那丸子的话跟甜不辣要再多一两分钟。哦，对。啊，一般来说都是要等几分钟啊？嗯，我们现煮的话，应该基本上都要三分钟。嗯哼。只有无穷用的食材提鲜，煮出来的时间咪系无穷用的。玉父讲，甜不辣那系浸到糖度太久，点都不无太年代唔种的起点，口感咪无好，俩都系一摆又一摆的失败得到的经验。那我玉父老要甜不辣过泡一摆，变成新的口味，可你啊咸咸的食，真见很上瘾，也来爽足品尝了。你们呢？真的很幸运呢，都新竹料倒闭啊，做的是到这个百年老店传承下来的鱼浆，所以啊，先谢谢阿爸收我做一日的学徒。好啊。那你觉得我今天表现还 OK 吗？会呗。会呗。好，我们先来 end 生涯给好吗？刚才我有跟玉福一起学煮的，就是你刚有教我嘛，这种关东煮的煮法呢，跟外面不一样，对，它不能泡，对不对？对对。吃吃看，只要上面这个酱是什么酱？味噌酱。味噌酱是自己调的吗？也是自己调的。哦。嗯。我想到要变五组啊，变到桶底度够足够一百够黑，你知道吗？它变得更 Q 了耶。那不然酥酥脆脆皮啊，它变成是入口即化的外皮，可是里面呢的馅变到很卡 Q 哎，好吃。真给你有检查。我喜欢这个味道。
那黑豆你上次吃豆糕，它炸过啊，它比较燥热的话，会感还有连头会痛会发。你做的是按用猪沟桶的呀、啊，不是豆糕，你就是单纯的吃到鱼浆的 Q 度。而且小朋友跟老人都很适合吃。嗯，味噌酱调得很好。谢谢。气氛奥尼吗？爸，我奶奶就脱脚啊，就上脚。好可爱哦！一般我们吃的那大闸蟹，安排在 OQ 几几位？两年。两年。你们一边吃这个的时候呢，我来吃刚才一起做的这包馅鱼丸。你们一样感觉很捞亏，这边几乎应该都是老板玉府跟阿素做的。我刚才学了很久，还是没有办法做成功。我现在来喝喝看你煮汤过后的感觉。嗯，那个汤头调起来，有种专业开厨师的等级哦。包馅鱼丸了四十块呢。除掉那个五香啊，你们的鱼浆啊，外面很 Q 之外，我必须要说，里面包的料啊，会让你咬下去有惊喜耶。里面有汤啊。嗯。汤包起来里面有汤。加迪度跟料啊，有一点像是吃到汤包里面的料哎，可是外皮又是 QQ 的，所以说啊，这一个包馅鱼丸可以说是阿公跟孙子两个人。共同的结晶呢，伊米亚跟威皮啊是祖传下来的鱼浆嘛，里面的馅料呢，是孙内这一代才想到新的配方，这就是一个时代交替下的结合哎。一碟新鲜的爆料唔言地度，爆到地度嘅唔但只系好米丝，你爆你咪是台纯色嘅大圆，含个含熟 Q 米嘅甜不辣，含个系肉脯清香嘅。经过油泡两百个后，皮还较酥脆，一再咬下去，甘甜的米线就伫嘴度甜甜的散开来，吃到非常满足哦。嗯，按用传神西推的百年好味道啊，真的是会让你很惊艳哦，吃到传统也吃到创新。可是啊，阿爸，我想要请问你。因为今天你收我做一日学徒啊，你今天教了我很多，我也很想知道说你们传承了四代对不对，四代传下来有没有什么是你们祖传下来的精神，或者说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够忘记的一个宗旨或中心思想黑马改啊。啊就变成说保持鱼哦，嗯，鲜度哦，啊鱼啊变成说伊就经常好哦，啊，落去做，哦，啊，啊，永远就常常对人信用的，不然大家安食都安信用的。嗯，孙子小的时候就让阿公 Q 他做吗？对啊，小的时候就是阿公在做的时候，六日放假就会去帮忙这样子。我觉得看到长辈这样子做的话，我们也会心疼。嗯。就是下一代就有传承下来的一个责任，这样子。阿公，你安呢？把你的精神啊传给下一代，我相信他们也都传承下去。看到玉府啊，都要给人行那店面，这新的店面啊，全部都是很有年轻人创新的一个想法在里面，包括新的菜色都是。玉府，你觉得在传承这百年老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使命感，想破脑子到底该怎么样能够做一点传承之外还有创新，你那时候怎么想到要这样子来做改变呢？其实刚开始压力也很大，因为如果做不好的话是会把招牌给拆掉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的东西是好的，我想要继续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其实像现在台湾社会里面有很多路边摊的小吃，其实它东西其实都不错，但是可能环境或者是位置上面可能现在的人比较注重，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要改革创新，那
但是我们可以保留原本的路边摊的美食，但是我们的环境可能可以到餐厅之类的等级，这样子的话大家吃起来也更舒服，然后更安心。对，等于就是为大家把关这样。在这个球迷道边发的石头地图，料理越来越复杂，传统也越来越多年。不过在发展头过后，才发现很简单的美食，清楚的留下大家。韩国岳父义务卡尼百年以来坚持清单纯的信念，是一种五牛的神地，加到新是来食材拉齐做出来的甜不辣，就做得流行人下。提示他的岳父，那里按普通的小食，调你们熟悉的环境地图，本来都要到伊个大金人下，都做得享受满足的一餐。记忆地图的名字就是爱的上瘾，将做得的方言地图一律不要。穷用的细细时间梦想，有几多的机会做得到去实现呢？上下来出天的民族，叫下来去主动，你是咪个也梦给你喏，来领。Hello， 七阿爸。哎，你好，民族你好。阿爸你好。你好。哇，你阿爸比也很神奇哦。不要给乖老五哎，在一起哎。是真金阿爸主动喊你。在到位的是他自身的台的手菜，小小的就当好中午的，他也过后就在祖上的土地当过开的农场。在到位的马家都有，不管是水都潮的天南方爬的，就连长菜都是吃家中的，在竹洞的小镇方都能吃家做吃家食的食法。今天就来看那两位有马家特别的米食了。阿爸，这怎么那么特别？上面的中央的瓜棚哦，还不用哎。就是讲咱种啊，是可以上资料啦。等下瓜啊，有所在之用啊。但是还不跌下来，我复修从点上去。哦。第吃酱吃好多，哎，肉质就好甜。哦。肉质好结。哼。而且我看到好特别哦，哎呦，看底都。好像的鱼都黑黑的，有诶，洞洞的，系无啊？啊，我就在上水，是上河坝，安用河坝水，安用野生，安用叫哈。嗯。伊水流通啊，即也含氧量高，唔会缺氧，唔会像萝卜起，一般抬水气血安，唔会啪啪。嗯。大凤也自然溶氧，溶氧量好高，所以唔吃几唔会呼吸了，唔长健康。啊哈。啪啪个唔会缺氧。哦。可是阿爸。今天呢，来到亚岛边有嘛个较特别的鱼的，然后还有嘛个水底生物可以吃吗？有啊，等下读大闸蟹出来时间啦。大闸蟹，哎，俺有识过，阿姆公俺无看过，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吗？都在那让阿土那看啦。太阳啊，谁？太阳啊，又晒啊，又俺满眼来籽已经来了。哦。你要看籽啊，都在来看。太脏，俺家土那看，俺俩用。好，你土俺来一看。看看那用蛮秀木哈，哈。那里。好。耶。小心哦！佮只腿好个好几下是夹袂实嘞。两半。佮佮只个，哦，只只腿好个好几是夹袂实。你看不能拍到无嘞？我恐怕。哎，他都空到跟奶钻下坡耶。看哦，阿爸现在抓起来给我们看。阿爸。好。有吗？有，但是不敢捏太重，捏太重会把它捏死掉。哦，它这么脆弱。对啊，太晒小个啊。好小啊！佮我咬你吗？恐怕，我俩就脱脚啊，就上脚。哦，啊，不过佮伊有夹的呢。好可爱哦！呀呀，迄只胎啊，呀迄这几多大几天的、啊？这个，嗯，我要卖了一某一两年了，伊出土了，卵壳出土了吼，已经八来两年嘞，八来两年。八来两年才按生长的哦。那一般我们吃的那大闸蟹按胎早要休几久的？两年。两年。嗯。哇。难怪大闸蟹那么贵耶！人家都说是后尾东西啊，才会长得健康嘛。对猫害来讲，它要吃什么才是真的对它是最好的？什么一般那种啊，植物性一般动物性的脂肪，嗯，所以植物性的脂肪洞察，嗯，一般啊，像叫养殖池个哦，
你种菜放下草菜下番薯，哪个调好几只是？哪个就做这些？哪个是主要杀好骨喽？哪一个不是之外？哪个是些？真的。可是阿爸，你这样讲起来，是不是你都是给他像天然的？这天然的还好天然。因为。当然，你啊吼，别人个身体好弱个吼，起码夹无血，你啊你啊摸下子好细只，后台长了长还好细条，嗯啊吼，暗晡点点下些，又会透血，全部夹无透血。所以阿爸，你这边养殖的哲学是不是就是要让它自然？就自然了、啊，这就仿自然、而且食物链尽量让它进入自然食物链，全部要夹无血来复苏了呀。一般人肉体夹派。总系要养其他的动物，为实体小孩子，故所大部分单休一种。不过太过坚持，只有天然的生活环境，本胎自然强盛强顺，每本记得做得自然投胎到成长。阿爸的不同地度，有鱼有海，还有动到意外的氧气哦。小兄，这很滑好滑。很滑吗？嗯。好冰哦。这不会冰，上面的水就很冰哦，上面的水真的是很冰了。你这比较深了、哦，你要笑。这怎么这么多猫还在这？这俺不要给我出来偷袭，给我出来偷袭，几只我转了，出来金趴子转，然后瞄我就碰几只我转，困几只，然后就困了，几只转了啊，然后转了我几只春蛋，哎，几只我走出来走，然后刮开我裤下底下掉到。你上海鸟了蜈蚣网，蜈蚣网为什么要用这个蜈蚣网了？就开摸海，哎，就跟冲冲像蜈蚣冲冲就接了，所以按了蜈蚣网。怎么抓它？然后龟牙秀出了，秀出了，哎，然后龟牙然后给赖过了。还没有抓到别的鱼吗？就，哦，看到一个，两只汤，两只汤，好恐怖哦，真的，哦，两只汤，竟然真的有憋在这里耶。超级可怕，很大只哎，那个咬到，这个咬到就很痛了，舒服裂口了哎，哇！我一龙在哭。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在我们抓到摸海，一个晚上就抓到这么多哎，做起来吗？爱做看呐，摸海。哦，做得啦。可以吗？我咬你摸。我呀。我娘慢，我娘慢做个。好，你要看，你要做个看了，你要压大不？好喷嘞，你要是薄嘞。系喊捏捏，伊是摸肉。哦，喊个捏摸。你看，唔会咬人。哦，捏摸系全身嘞，你系讲汪汪来摸啊吼，开始长腿壳，开始摸会长专业。你做得中摸？你做得中？哦，做得中，做得平壤系，唔会咬人。哦，即使咬唔到，我就夹不到。耶！哎呀，你要扶着，你抓着他的脚啦！全部都会夹在笋红嘅交趾的地方。哦，是吗？我想到其实都按电影讲，所以来生按后生。所以我这样抓有没有？你看，就夹个后牙梯缝啊，它就很乖，就没停痛，而且因为它夹夹不就会冲，给我吹啊。所以它是拱的，这样会按冲，对不对？它埋就不会这样吗？埋什么埋？埋好怎么埋好谁扎？埋它谁扎有可能吗？哎，你要埋的时候谁扎？埋它你就会磨，哎呦，就像这前面这一块像是石头一样，这个是公的，这是母的这样子。还有一个像是有没有尖尖的，那个就是公的。马一点就会飘飘，我们看到没有那尖尖的？哎，压圆曲啊，意外收获。这是意外收获。啊，是它长得像怪物哎，你看它的脸多像怪物啊！这个就不要给它咬到，咬到会喊救命。它的脖子也太长了吧！它咬到就喊救命了。你看它的脸，你不看它现在抓着？他已经不高兴了。它的表情很像弄哎，它看起来很凶狠哎。哦，他咬到你不放他，他一定不放你、哦。所以你现在抓哪里，他是比较不会咬人。抓背后面，他头伸不过来。那你先帮忙我扶着好不好？你帮忙我扶着好不好？好，我帮你扶着。你不能放掉哦。好。你都没有关系，你越怕越怕就越。我要你要扶着，你抓着他的脚啦。好，抓着脚了。他的脚真的不会刮人吗？不会很严重，会刮人，但是。太脱戏了这一趴。我真的很害怕哎！我跟你讲，脚刮得很痛哦。
意外出现的总是在中午的时间发生。一只团圆虽然是阿爸长久长久以前不用来休息，不过当当年过去的他也要行在中央空间发拍，都是感谢一道美的水质反景象里无不念。不管是团圆也是太甲拍，就连台湾条都当起名哦。哇，好了，你好 ，B。好，这个是我老婆。太子拍摄哦 ，Andy 带进来都娘在祠堂风做转来黄的摸黑也着，拜托你赶快做料理。做蛋，简单呢。好哦，简单的。对。太难的我学不会。哦，好，最好是这样。好。对。班奉连太子，二十六岁就嫁奔齐阿爸，唔好唔爱得记，记下生年来小孩子吃蛋齐阿爸。完成家的梦想，在农场度的生产堂地度学定料理吃阿爸亲好的鱼的客工母海煮定清普通的家常菜，今天就会甜甜棒梅和好好好厉害哦。好，太子干爹哈雷亚哥，这是台湾雕吧？错，这个你要打算怎么做？什么口味？做清蒸。清蒸哦？对。哎，这样很大胆耶。对，所以你敢确定他等下不会有土味？不会，绝对不会。那有没有出手？不会。好，他自己跟他讨一半掉，我看呢里面已经清干净了。对。那用来清蒸的饭，我切用来切吗？要先把它化开，主要是要给它入味。哦。对。冰一米六面就好哎。对对对。而且刚刚有看到要给台湾掉，你这一只肉质很厚哎。对。等一下洗起了，一听我喊它。吃起来很有饱足感，这样。对对对对。好，先切太葱条。对，做那个垫底。好，要给老弟普都带哈。对，这样的话那个鱼肉会更鲜甜，更鲜美。好，台湾雕放上去。对。接下来是这个咯。对。葱的老姜嘛。好。好，要整几久诶？十八分钟左右。那讲超过时间呢？就会太老。太老。对。所以要我们要计时十八分钟。对。好，那十八分钟里面我们还可以做其他什么菜？十八分钟里面哦、嗯，可以啊，比如甲鱼哦，团串，稍等，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牛肉粥。好，好，太记，刚刚要跟团呢、啊嗯，前置处理其实好复杂哦，对，很费，而且很多地方都是不能够给大家看到，因为懂邪心啊呢。嗯，老弟，哎呦，牙已经全部肢解好了，不用努力啊。嗯。啊，你打算怎么做什么料理？清炖的。清炖哦。哎，错。啊，给没就有把握吗？这样。对啊。我想说，你把它那个糖醋啊，什么让它看不出来它原来的样子，这样。哦，那那就太那个了，太枉费我家的那个甲鱼了。真的。真的。对。好。嗯。好。是啊。嗯。看你自信的眼神，你说服了我。嗯。嗯，那我们现在要干嘛？该料落去的，去清炖的吧。哦，冬瓜，冬瓜，用一袋就好。嘿，错，还有凤枣，嘿，秘方，秘方，中药包哈，中药包，还有三个人不用嘛该，水，水，嘿，好，不用记得会搞不腻，好吧？盖过那个甲鱼就可以了，腌过去就好。错，现在我看到还是觉得很恐怖。不会啦，就很像在吃乌龟一样。乌龟，好，这没是米酒了，同类的，错，还有米酒，用点米酒，哎，好，好，阿牛落去煲几久？哎，我加点钟哦，赶紧就落去煲了哦，好，好来，好。白眉讲，清炖团圆是东部的好料理，尤其是对东北苏州人的西门人来讲，咪是东部的汤哦。白眉还讲，只要是水土的土物，煮汤炒锅都会破坏食材本身的刺，老肉质的甜。故说，只要成熟度的太甲派，是不用得为水，落得为盐，落去煮熟就做得上足了。哇，金妹真感动，幸福哎！可以在这样子有一些微凉的秋天里面呢、啊，是呀，最肥美的太干摸海，还有一些最新鲜从水里面鲜柳松来的海产。谢谢你们不爱有爱牛的夫妻。那我们现在先来品尝大餐，好，好不好？好，你看这么大一盘的太干摸海哟、哦。好，先来说身体怎么吃。先从把这个。下面这个该剥掉。
好。这是它的排气管。要拱哎哦。排气管。哇，替一般按料给它给摸海。这个四只脚抓着，把壳往上抬，按八块。看，很肥美耶。老你讲的像用遐迄盆盆的，把肉底都开多，过会咧。哎呀，塞薄荷的。它可以说是冻寒不能吃。原来是这样。这嘴巴的嘴唇把它剥掉啊。嘴唇不要，嗯哼。还有呢？嘴唇不要，就对折。That's so cool。什么？这个叫嘴唇？你有看到金榜色的那个蟹黄？各位嘞，斯文一点，就一只一只脚慢慢吃，这样我们豪迈一点呢？吃人的，整片就放在嘴巴里去咬了。吸它，这还很多蟹膏在这里，很香。好，我们吃吃看好不好？好。好好吃哦！蟹黄啊，全满都来个追空度，不算是东西，很好吃，因为伊都会整个捞一些盐巴来提出加个甜味，而且加个肉质又嫩又甜的。太夹派一米四四十的。肉肉当少，故说一般人常说摸海果听听。不过其实海果海棒虽然秘密，对全欠的客家人来讲，海肉不是中午的变故的。你看这个海角是用的位细细的技巧，就做得强强松松，吃到规则的海肉中。好，干爹哈，我们来吃这第二道好不好？这个最骄傲的台湾鲷。哇哦！一斤肉夹起来，底都因为它肉质好，蟹胖的。啊，肉，那肉夹的上水出来，嗯，是好结实啦。对，刚夹起来，刚有看到还贵的完整呢。莫像爱你那比方台比方爱台福水煮，什么水煮啊，肉啊绵绵水水汤汤啊，基本上结结啦，像你那土家一样啊。真的，你看。光是外表，我一摆看起来啊，佮就看起来冻呛的吼，吃吃看呐。吃到肉肉时候，只要感觉好听。肉冻，莫像安嫩嫩水水的，等人讲啊。其实落去也完全唔像唔搭白色落个的台湾鲷哦，加个肉质啊，食起来很有弹性，冻有咬劲，而且啊，加个肉质。一时都唔会出手，应该含有一些甜蜜的力度。加台铁的做料理啊，还用清蒸的耶，你就是都给淡淡的盐的咸带出来的甜味，应该溜溜的重发，姜嘛就这样子而已。好重要啊！是果冻，是果块的，莫是市场买的。给茶听到的哦。接下来呢，黑眼今天最要克服的一部分，就是落是一个团，家底下个要先那个铺粉章草嘞。通好些是叫好个叫天后脚钓，就个两就条胶纸带。哦，裙摆。对，关节动，你个动就帮助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暗盆哦？全部都会夹个损耗个胶纸的地方，对不对？我就要来吃吃看了。好吃吗？好吃，好吃哈、哦！冻 Q， 应该太敢看颜色的感觉就低，它真的很像在吃果冻，真的超级 Q 的。这些都是胶质哈，胶质。因为你看，我吃完之后，色跟它色跟眼睛有感觉，因为色够黑啦，上嘴唇会黏蛋，下嘴唇安尼。那不是胶质。我想到其实都按电影讲，所以都是按好色。团圆唔但将饺子多，就连肉质都当起嫩，食起来就像鸡肉同样按油嫩。小小的汤，一米加的凤爪，溜溜的甜，溜溜的咸，好色都过膜。除了看唔好看相，你也真见系当黑色的秋天食补的一出汤。阿伯讲，你阿只农场秋黑夹嘅梦想，你阿不爱冬上爱滴，阿爸喺某个时节分享唔会嘅。阿爸，
像啊，家都会讲一下料理噶，太家应该都有发现，都会阿伯啊，在讲到鱼的时候啊，你跟梦主啊是像月亮一样，笑眯眯耶。唐公，你还对懂后生噶哈？你有一个故事对不对？我只就写一些总有莫特别你老姑啊，刚才你老姑下苦就下苦，所以总有啊，总有有的啊。乡村人是错，而你说的乡村人做呢，让俺自由让俺好，冇少冇利啊。是主要啥对俺是有啥信息啊？佮过去挪威冇，挪威俺就如果讲话，你就冇办法去控制佮，所以世界上唔只避风咯，俺随时上来看，冇讲俺冇自由看。我说你就去讲去夜一个笔筒啊？哎呀，自家个要该老人家。家老人家讲，本本福田爱做避风。几时几多岁？家长16、17岁的。跟你爸爸唔会做你已经。哎呀，其实当年讲本福田爱从我该当官去，大家读书，三分头两两满天光是红心咯，加个所以改改不服的，不耐服的，下课书包，没没怎么书包是平啊，天生也就自己开。开个开个比哦，开个我也。阿佩，你唔会做你懂奇怪诶？搿就神奇啊！他只要讲到鱼啊，大概发出共鸣，我会听。他就像一个博士跟一个活字典一样。嗯，就是遐神奇啊，就神奇啊！哦，好多事件发，我开始我起都打爽啊。你呀，他去甲讲诶，讲东东事件发都了倒闭，所以我才要问大姐，像阿爸阿娘啊。答案都时间都要倒闭耶，那你们去噶相公啊，他也没有时间陪你啊。习惯了，习惯了。对，啊，不过讲真的，给用时啊，我发案都会钱投资在这里，你不会很生气吗？会哦，真的会哦。跟用干啥嘞？他那么执着要做，就让他去做，不然怎么办？我要感觉他就是他把家顾好，两个小孩子帮我教好。我可专心不要连杀啊！唔会讲，少做有本人偷伢来用办，后日人又偷伢来又用办人弄的，还有你警察佬伢来又出又做乜嘅坏事？那真是衰！喊我来，我可以抬头挺胸。我的孩子真的，人家都是拿这一只手。嗯，所以俺用俺是拿的啦，最大的财富，人生不是 Q 嘛嘅，是 Q 量是拿的。伫池阿北中公婆嘅盛况，我看到吉阿豆对向嘅。充满的热情，老病死，那本农场生态丰富又多样，还个坚持用无通无农药的方式来耕地的土地。阿伯总是当谦的讲，其实是较爱乡的，唔晓得经营，不过佮希望实实在在追求梦想，老自家的技术经验，老行较多年分享。被老七家按多年来对土地方得到的滋养，全部奉献回馈出来。礼拜来到新竹，我看到的下感人的敬爱老三忙，佮阿豆用沉降百年的精神来传承菜地的好品质，用现代的工法来保留传统的技术，来留下新竹菇和甲老竹菇的心。那我呀。池泰国的生态农场，很多的梦想当中见到的金钱，暗过一道夜，得出好料，都会想到近十年见证到一道夜来的年夜猫。我记得料理就是一种情感的延续。下周好明星，你下礼拜再见，拜拜。